今天我要去做水光针第二针。我今天因为今天阳光明媚啊，我特意戴了一个大的墨镜，因为怕阳光晒。然后因为今天做水光针，我就抹了一点那个爽肤水。我本来想啥也不抹，可是这一路上阳光这么足，又担心这脸晒了不行啊。这阳光明媚的天，绿油油的草坪，就感觉完全是那个春天的感觉了，一点都不像冬天了。喜欢春天，我喜欢春天是因为它代表着希望，就是你会觉得啊，这未来的日子很长，然后有很多希望在。很多人都喜欢秋天哈，丰收的果实，可是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呢秋天呢你就觉得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丰收也好，就是欠收也好，就是没有期待了。我喜欢有期待的日子，就我就喜欢春天，所以我每年春天特开心。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有一年春天哈，那个时候才30多岁，有一年的春天，然后到外边去采了一把那个，我不知道那种野花哈，有点像那个茉莉花香的那种感觉，那个是春天，然后一把白色的花，放到就咱家，你记得那时候自己做的沙发，驼色的，然后我采回来以后，放到那个花瓶里，放到茶几上哈，就闻着那种茉莉花的感觉。就那个镜头我到现在都不忘，就是那种春天的那种春意盎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你觉不觉得，就是人生你过去几十年会有一些镜头不长很短，就那么一瞬间印象很深刻，你有这感觉吗？嗯，你有几个你说说。我记着说话。为啥呢？哎，记着说话了，还挺严肃的。你要能拒绝说话我就服了你了。为啥拒绝说话？嗯，为啥拒绝说话？莫名其妙。你觉得你能管住嘴不说话吗？哎，不过你有变化，你确实有点能控制住自己嘴。你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啊？果然不说，憋的那个嘴角都咧到耳朵上，还不说呢。哎，你说人，不管脾气也好，嘴也好，你说能不能控制住？其实是能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刚参加工作，就那个，就王洪武，你还记得吧？那厉害的都不行了，人人都怕的，吓得像老鼠见他哈。那你还记得那个谁吧，于小江吧？嗯，脾气多大，对吧？那个时候在公司里头，经常那种大发雷霆，就是脾气可爆可大了哈。好像开开，他们前面没动，开没必要。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他脾气爆，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就爆脾气哈。可是你看他在王洪武面前，你看他爆吗？一点不敢爆。比他还爆吗？没有，绝对的，绝对的不敢爆。我记得王洪武比他还爆。就是啊，所以说以暴制暴，就是说人的脾气也好，还有这个说话是说把不住门，不是，一切都可以控制，只是他不想，潜意识里他就没想控制。如果遇到一个比他厉害的，你看他控制的乖乖的。哎，你看没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你看过吗？没有。电影，哎，你没看过，很有名，你知道吗？那个盖茨比就讲，就是他训练的那个销售员哈，到什么程度？有一个销售员脾气暴得不得了，就是在家里头就是乱发脾气，跟任何人都是那种脾气暴躁的控制不了那种哈，是那么一个哇哇的叫在家里头，然后一拿起客户的电话，立刻就变了一个人。那个语气，平缓微笑，就完全就不是一个人。你说这咋回事儿？啊？你说咋回事儿？关心是命运的事儿。
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几件事儿，我感觉其实没有啥说的，哎，控制不住情绪啊，这个那个的，其实不是，其实是潜意识里就没想控制。对付敌人，对付豺狼有枪，对付朋友有酒。嗯，那你说在家里边发脾气的人呢？对付把家人当豺狼了，自己给自己挖坑跳进去，是不是？有疫情的事儿，我一心想。你说我们去看油菜花啊？对啊。叫婺源呐，哎，真好，我们那次去哈。不是，哪有四年前呢？2021年春天三四月份，我最印象深刻的不是那花，反而是我们住那小木屋，是不是？可好了，可喜欢了，好像还想住的感觉哈。而且我们那次订的还便宜，也七八百块钱。哎，你还想去吗？如果回去，不想去的。啊？我喜欢，我特喜欢那小木屋。没住够，那小木屋可好了，还是地暖的，啊，在那里边拍片儿特好看，拍了那么多照片。哎，你说我们还找教练学滑雪吗？我想自己去。别自己去了。一点都没有，没有摩托步的感觉。或者和自己去逛去了，逛街去了，完全不那么容易走，很难走得出来提矿。不过在大街上没好意思走也有关系，没有放开。到了，上。Okay, so just put that on. Okay. Just so your hair is out. Okay, and then, Yeah, and then Lily will come grab you, okay? Okay. Okay, thank you. I'm just going to turn that on there. You can use this. Okay. Okay? Okay, thank you. Oh, 阿木椅。我在这等着，要20分钟了。Lift up the armrests for the arm massage. How is the massage? Yep.哦，胳膊放在这里头。Current action will be repeated by pressing the repeat button. Repeat. 我都差点没睡着了。现在的这个按摩椅功能比以前要先进了很多。还给我一瓶他们自己的矿泉水。哎，我就觉得矿泉水这个小瓶比较合适。就是我上次做完哈，一周，我就感觉就好像脸上似乎有效果，有，就好像它好像还有点收紧，这应该有这个效果吗？它会收缩毛孔。哦，就它主要里面是第一个，它肯定只是补水啊，嗯，然后呢，它是一个全效的一个营养素，嗯，对，这个营养素的话，就相当于是经过多方面的测试，对皮肤起到一个滋养作用。哎，那这个做完了以后，我没有做那个就是面膜什么的。嗯，回去不做吗？我没做，需要吗？尽量需要，因为我们不是给你消毒那么多遍吗？啊，对，有可能对表皮的那个水分会带走一点。哦，对，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加速你的那个恢复期。哦，我恢复的挺快的。挺快的。啊，对的。然后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说是那个面膜起到的是表面的作用，它并不会影响，比如说我没敷它不会影响它效果吧？就是会有可能恢复期会慢一些啊，就是除了这个红啊什么，除了这个恢复期以外，它不会影响这个产品的，内部的不会，内部的。我的皮肤好像挺抗击打。是的。嗯，对，我做皮秒也是，就是都好像没有太大的痕迹的感觉。嗯嗯嗯，哦，他这个做防水的，这补水的面膜就是让它恢复，因为这个消毒啊什么的。对啊，你我们之前又是麻药本身对表面的那个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哦，对吧？对，然后再是给你清洁。哦。对。啊，要补一下水哈。对。
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做完水光针它应该是个什么反应？做完理想状态就是你自己觉得皮肤比较亮白。哦，对，哦，就是，它有亮白的作用啊。它会有就是brighten 的那个作用。brighten 就是好像比较有光泽。哦，对，补水嘛，就水润的那种。哦，就是我们有打关节的，对，有塑形的，他就看他交联度是多少，这个的话就是非交联的。哦，擦的就是有点渗血。哦，对，一擦掉就好了。一擦掉，淤血是那个血进入皮下了。哦，也挺快的哈，半个脸有十分钟。如果快的话，对，耐受的话，差不多就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哦，两边。那没有，两边的话20分钟左右的。对对对，好，我们开始。与那种皮肤啊，就是这种软组织。好，这就做完了。其他的就回去的话呢，就是需要24小时之后才可以用自己的护肤品。好的，然后尽量做一下保湿是吧？对，尽量做一下保湿。好的，啊，对，还有那个你上次给我那个药，就是那个去淤青的。对，就是它只有三个。它只有三个吗？啊，对的。没有六个吗？没有六个。哦，好，对。不过我上次其实不需要去，我上次没有什么淤青，这次可能这块应该算是，是不是？对，这块就是了。多吃一点奇异果，猕猴桃。啊，猕猴桃，哦，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那种酵素。哦，是吗？能够帮助那个这种，淤青血红蛋白的分解，陈旧性血红蛋白的分解。哦，这样，就是每个人的痛感。其实是不是差别很大？差别很大的。哦，你从这儿能感觉到哈。那昨天有一个，一点都不痛。啊，是吗？昨天的他的朋友痛得来不受不了。然后他呢是对光电类的受不了，就是他对烫，对那个光电类的那种刺激，就皮秒。哦，他不行，他做不下去。是吗？但对他躺在那里觉得水光针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吗？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你每年做两次会觉得他很痛呀？我是觉得很痛是吧？我觉得很痛的。啊，要吸消气吗？我需要气，我倒没有吸，吸收一下啊。好的，然后再把你擦掉。我还行，我属于这种，就是我不是像他一点感觉没有，我是能感觉到痛，对，但是还能就是还能接受的范围。哦，这次这有一个淤血，这块可能也会有。你看，并不是不疼，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这个明天早上会很严重，我估计是。其实这个要是在下边还好一些，这眼睛上比较明显呐，明显呐。有一点，今天感觉上就是有点淤青，稍许有点重。比上次哈。对，就是这种小小的针眼都有点慢慢的泛出来，有点。对，但你基本上做完三次，皮肤的那个韧性应该会好起来。韧性就是皮肤嘛，我们慢慢年纪变大，就是那种弹性。弹性，对对对，就皮肤会变薄嘛，那我们就希望皮肤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它弹性就好。弹性就好，你细纹就少呀。对，你就是跟一个鼓鼓囊囊的气球，你要挤压出纹来是很那个，那个瘪瘪的话，就全都是纹路。哦，这样的哈。所以你觉得我要连续做完三针，皮肤会会有所改善是吗？对，皮肤的就是那个弹性 texture， 对，它的那个质地，它就会好一些。那太好了。对。你是固定每年都会做两次，也不一定哈。基本上都会，就是做两次其实就差不多够了是吧？我自己吗？就是，对，我自己的话是，我也没那么多钱。也确实挺贵的。对，这个要做那个要做，有点分不过来。那你一般除了做这个你还做什么呀？就保养性质的。那皮秒。你也做皮秒啊？皮秒做呀。你一年做几次啊？
不确定看我皮肤的状况，那起码两三次肯定要的啊。哦，对，皮秒我会做，皮秒的呢是对于已深层沉的斑，就是说你斑就是已经出现了，那它就是帮你就是打散掉的。嗯，那么像水光呢就是一个保养。嗯，对，就是说，哦，对，就相当于是尽量减少那个皮肤的一些状况出现。嗯，对对。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什么你是作为就是每年都要做的项目？我吗？嗯，我自己啊。嗯，对呀，啊，就超声刀热玛吉啊。哦，超声刀你也做过？对呀，啊，做过呀。哦，完成了，可以了哈。好，好的，上面不需要抹什么了，嗯，是吧？不需要抹防晒呢？防晒今天就不抹了，然后就直接回去你就清洁一下保湿就可以了。哦，因为你现在哦，现在抹上防晒你怕不行是吧？我就怕有那个就是堵塞，因为你现在还是有针眼，哦，还不是完全愈合的一个状态。哦，那我回家以后就是也睡觉之前也就洗洗脸然后再抹一遍药膏就行了是吗？对，你就是做个面膜。哦，是今天要做个面膜的是吧？对，今天做个面膜。哦，好吗？就我有那个医用的修复面膜可以是吧？对，用医用的修复面膜，睡觉之前做完然后抹上药膏就行了。对，今天的话就是回到家清水洗脸，洗完脸之后就是面膜，面膜完了之后敷上药膏就可以了。哎，挺好的，还特意选个白色的。你咋知道我喜欢白色的呢？那天问新我，咱俩都喜欢白色的。啊，对的对的对的，你还记得呢？对，今天是情人节。是中国这节，今天是美国。对，加拿大是今天情人节。哎呀，天哪，我还弄一束花呢。你好啊，很意外。哎呦，太意外了！等一下，我把那口罩戴上。想到，太意外了，没想到。就说是呢，你不，那个，你不看那什么东西，不看你那个什么玩意儿微头条还不知道呢。哦，你看我微头条。完，今天我说那怎么，啊，你看我微头条了，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那个情人节，就是，老头子看远去的情人节呀，啊。天哪，看微头条还挺有作用啊。你然后你才想着给我买。没有，今天我就到超市里头。哦，你看怎么这么多那豆花呢？有人买买那的啊，排队进的人可多可多了。真的，啊，买花了，啊？我还以为我说这是花店儿还啥东西，一看超市，今天情人节，老多人买花。所以把你带动起来了，好，走走走。而且我都忘了今天才是这边的情人节哈。对，你终于赶在了情人节送了我一束花。好啊，不是他应该给你包包什么样你得拿出来方案。挺好的，太早了。sorry。 哎，那你刚才就是你刚才你没有上来你直接走了，你心里想的就是去买花去，啊，对，是是是，啊，真是很受感动。这么长时间了，可是你在车上还气囊囊的，我还以为没想到。买花去，买花是买花，气囊囊的是气囊囊的是吧？该做啥做啥，花都满，是吧？那个人过来，我没好意思啊！哎呀，这么多人呢，不好意思。哎呀，这儿照相了，这块把那个摘了。这么走了。